我们赠送中国传统文化宝藏《四库全书》与《四库会要》给世界各国国家图书馆和著名的大学图书馆收藏，并附上一份简介。事后有人提出希望对《四库全书》与《四库会要》的重要性多一些了解，所以我想借这个机会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四库全书》与《四库会要》的编纂与价值。《四库全书》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部丛书，由清朝乾隆皇帝于1772年下诏编纂，动员了360多位高官学者，截至第一部完成为止。曾经参与编纂并正式列名的文人学者达到3600多人，而抄写的人员也有3800多人。《四库全书》收录了从先秦一直到清朝前期共2000余年的重要图书，共计3500多种书，约8亿字。经过大规模的选书、校书、编辑、抄写、校对等工序，历时10年。到1981年年底，才从底本抄写完成第一部《四库全书》。又经过8年，陆续抄写出6部。如此，以国家的力量，前后一共经历18年，才完成了7部《四库全书》，分别建刻、收藏。7部之中，前面4部就所谓的白四库，藏在皇宫和皇家园林，大臣翰林经批准可以前去查阅。后面3部即所谓的南三国本，则准许一般私自副官阅录。如此7部《四库全书》得以充分地受到利用。《四库全书》有个很重要积极意义，就是打破了私人藏书，弥补世人的局限，使当时的读书人也能从这个文化大工程当中受益。《四库全书》涵盖了中国古代几乎所有学术领域，所以称为全书。四库指的是整套书，分为经、史、子、集4大部类。这是中国古代对典籍的一种分类法。经是指古代社会中的政教、纲常、伦理、道德规范的教条，主要是儒家的典籍。
分为易、书、诗、礼、春秋、孝经、五经总义、四书、要、小学等十类。史是历史典籍，指各种题材的历史著作，分为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抄、载记、史令、地理、职官、证书、目录、食品等十五类。中国人自古重视历史，所以历朝历史的这些史书记载的非常完备，提供后人很好的参考。就以上两部而言，经是标准，讲宇宙人生的道理，是帮助人明辨是非善恶的准则。史是经验，让人明白自古以来成败得失的关键。读历史就是吸收古人的经验教训，是很好的人生参考。因此经史两部自古以来备受重视，卓越的学问和见识是从古籍里头得来的。读经典可以增长学问，读历史可以增长见识。如此，你对于一切人事物的看法自然就跟别人不同，你能够看得清楚，看得深远。所谓你有几十年的眼光，几百年的眼光，从哪里来的？就是从古圣先贤这种智慧经验累积来的。子是指春秋战国以来的诸子之学，就是诸子百家及佛道宗教的著作，分为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演算法、书数、艺术、著录、杂家、类书、小说家、释家、道家等十四类。集是指古代诗文词赋的著作，即收集历代作家一个人或多人的散文、骈文、诗词、散曲等的集子，和文学评论、戏剧等著作，分为总集、选集、别集，为便利与索引，又编成四库全书总目二百卷。这是中国古代最巨大的官修图书目录，分开为四部分，分别置于四库全书经史子集四部的开头，其卷面颜色也因库书而异。经部是绿色的，史部是红色的，子部是蓝色的，集部是灰色的，四种颜色就是四库的分类，一目了然。四库全书保存了中国历代大量的文献，所居的底本中有很多是珍贵的善本，如宋元的刻本或是旧抄本，还有不少是已经失传很久的书籍，在修书时重新发现的。
也有的是从古书中记录出来的遗书，如从永乐大典中记出的书有385种，四库全书的编纂，无论是在古籍整理方法上，还是在解义教刊、目录学等方面，都带给后来的学术界巨大的影响。四库会要是乾隆皇帝下令截取四库全书的精华，专供皇帝阅览，因此它的特色是选篇慎重，卷之精油。编纂四库全书的主要目的在于尽可能地收集各类书籍，保存文献，因此网罗繁复，其结果必然是卷之浩繁，简万为难。而四库会要是为了供皇帝一人阅览，只在于精而不在于多，所以只收存享有盛名而又确实能影响世人的作品。其思想学术义理章辞举熟上乘，而且教刊详实，版本珍贵，内容完整而少删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精华尽备于此，所以虽然四库会要所收书籍的种类只有四库全书的1/7，而册书则是四库全书的1/3，可谓全书中的全书，精品中的精品。书成之后另抄写一部收藏于圆明园。四库全书与四库会要的重要性首在教育。中国是个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多民族的国家，中国传统文化已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兼容并蓄，保存良好著称。中国自古以来注重教育，具有完美的教育智慧、理论、方法、经验与成效。例如《礼记》《学记》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教育专著，当中就提到建国军民教学为先，意思是建设国家，管理公众事务，教育为最优先最重要的事情。所以中国古代对教育非常重视，历朝历代都将教育列为行政第一件大事，一切行政都是叫为教育服务的。这可以从政府编制上将教育部排在最前面看出，宰相所统领的六部当中礼部排名第一，礼部相当于今天的教育部，他的职责是管理全国学校事务及科举考试等教育事务。宰相因病无法事事时，由礼部尚书相当于教育部长代理其职。因此中国传统文化对当今社会的重大意义就是在于教育。四库全书
与四库会要完整地保存了中国数千年古圣先贤老祖宗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和天下的智慧理念方法经验与效果，尤其是其中关于伦理教育、道德教育、因果教育、圣贤教育的理论与方法非常宝贵，是无数先哲智慧经验的结晶。这四种教育称为普世教育，也就是所有人民都应该接受的教育，但这些恰恰是今日教育所普遍疏忽的。今天社会偏重于发展物质文明，疏忽了精神文明，这种物质与精神的失衡造成今天社会动乱，人心浮躁，道德沦丧，社会不安。弘扬这四种普世教育能振兴精神文明，帮助解决当今社会面临的种种问题，使得个人身心健康，事业顺利，使得家庭幸福美满，社会安定和谐，国家长治久安，世界永续和平。所以四库全书与四库会要不但是全世界共享的文化瑰宝，而且能够给全人类带来长远的福祉，其重要性由此也可见一斑。优越的载体使四库全书与四库会要永垂不朽。四库全书与四库会要以汉字文言文为载体，这是能够沉传千秋万代而不变的优越文化的载体，就是保障四库全书与四库会要得以准确地将文化的内涵传递给后代，历千万年而不朽。汉字是世界上仅存应用表意的文字，表意文字的优点是不会受到语言的改变而变化，而这一点正是表音文字达不到的。同时汉字本身就是一种智慧的符号，蕴含老祖宗千年的智慧结晶在里面。文言文是古今通用的文体，是中国老祖宗了不起的发明。老祖宗聪明，把语言跟文言分开两条路，语言会随着时代而改变，文言则永远不变，能够一脉相承，贯通古今。所以汉字文言文这种工具能够超越时间与空间。数千年前古人的智慧经验用这种载具传递下来，我们现在能够读得懂，传到未来数千年，后代的人还是能够读懂这些智慧典籍。世界上任何一个人，无论来自哪个国家哪个民族，只要学会汉字文言文，就是拿到了打开四库全书与四库会要的这两大智慧宝藏的钥匙。能够从数千年古圣先贤老祖宗的
文化遗产中吸取智慧经验，站在数千年前古人的肩膀上，必定能够看得更远，看得更深。汉字文言文并不难学，我问过欧美一些学习汉学的学生，花了多少时间精通汉字文言文，他们的回答都是3年，只花3年时间就能获得数千年的智慧，这是很划得来的投资啊！从汉字文言文沉船文化的优越性，我们也联想到世界各国的重要文化典籍，要想传至久远，最好能够以汉字文言文加以记载，使他们永垂不朽的最好方法。从这里我们更进一步推想，未来汉字文言文应该成为全世界通用的书面文字，这不但有助于保全全世界重要的典籍，而且有助于各国文化的交流与人民的互动，这将促使全人类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世界永久的安定和平也将从此拉开序幕。四库全书与四库会要的今后流通与弘扬，近代中国由于战乱与社会动荡等因素，造成许多珍贵的文献被毁了，七部四库全书只剩下3部半，两部四库会要只剩下1部，人类文化瑰宝岌岌可危，令人非常担心。所幸后来四库全书和四库会要都得以刊印出版，这是人类文化的一大盛事。为了更好保存这些文化宝藏，我先后购买了四库全书112套，四库会要320套，分赠给全世界著名的大学图书馆、国家图书馆收藏。如此，即使世界有灾难，也不可能这么多地方全部遭难，总有一些地方的收藏会保存下来，以提供后代子孙很好的学习参考。现在这些智慧宝藏保存下来了，不至于失传了，但是如果没有人读得懂，没有人能够讲解，摆在那里也只是废纸一堆而已，起不了任何作用。所以借助我就想到要办汉学院，培养能够读通、讲解、翻译啊，这些传统文化智慧宝藏的人才。老祖宗为后代设想的太周到了，不但把四库全书和四库会要传下来，还给我们配了2副钥匙，群书之钥是治国的钥匙，国学之钥是做学问的钥匙。群书之钥能够应现今世界的急需，解决个人、家庭、社会、国家乃至全世界的各种问题。国学之钥汇集了经史自己这四库的精粹，是四库全书和四库会要的入门要件。因此我们希望办一个汉学文化师资培训实验班，培养20到30位
汉学师资人才，从德行、四种普世教育和汉字文言文开始入门，接着学习中国传统的四书五经，然后攻读群书之要与国学之要，从其中选取一部经典，一门深入，长时熏修，预计五年的时间培养出第一批师资人才，目标是他们有能力研读四部全书和四部会要，有能力将其中的智慧典籍翻译出来，有能力从事中国传统文化的教学。师资充足之后，我们希望成立一个汉学院，有系统的培养弘扬四库全书与四库会要的人才，这将对当前社会和谐与世界永续和平做出非常伟大的贡献，为往事积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四库全书与四库会要虽然取材于中国，成书于中国，但是他们绝非中国所独有，而是属于全世界共有的珍贵文化遗产。中国人自古心量广大，念念不只为利益自己的国家，而是为了利益天下，当时所认知的世界。《论语》上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弟子规》上说，凡是人皆须爱。正是这种仁慈博爱的广阔胸怀，使数千年来古圣先贤得以体会宇宙人生的真理，集合自己人生实践的经验，写下许多伟大的篇章流传给后代。这些卓越学术、卓越的学问，是他们对于全世界全人类后代子孙的厚爱，值得我们感恩与敬仰。我们承受这份厚重的恩泽，应该毅然乘船弘传的责任，让古圣先贤的绝学延续下去，同时也把我们这一代人的智慧与经验流传下去，让千秋万代的子孙都能享有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确保社会和谐与世界和平绵延永续。这是多么伟大的事业，希望我们都能为这个事业尽自己一份力量。谢谢大家。